我们都不是班上的前三名，但是我们在念书的时候就很知道一个地方，是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会做什么，然后我们知道自己的能力在哪里。所以我就觉得，为什么大家写我们是厌世代？我身边的人都没有一个人是在混，大家都很清楚知道自己要干嘛。Lucky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成分，但我觉得很多的幸运是在你前面，你努力做了很多事情，你才会有一个幸运出现。所以我常常跟同学演讲的时候，我都会跟大家说，现在做的每一件事情，没有一件事情是白做的。所以我才说，我觉得态度是最重要的。你做一件事情的态度，决定你这一个人的一生。你写吉星娘 Q 港，还是也没败。不管你是一个艺人还是一个网红，我觉得你要做出自己的价值，你的无可取代性。为什么人家一定要用你？你如果只做好一件事，很难在现在这个社会生存。就是你必须是斜杠青年。你看，就连蔡依林，她都是亚洲天后了，她还斜杠出一个翻糖蛋糕，这个很狂哎。对啊，然后你看晨晨哥那么忙哦，也是节目那么多，他还有时间卖面，然后做舞台剧，舞台剧要花很多时间哎。就他们已经是那么 top 的人，但他们还是可以做很多事情，何况是我们就是年轻人，我们还在下面。